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？我跟你说话呢，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？叔叔阿姨，怎么说呢？车房呢必须要有，彩礼50万，3金8万，上车下车各3万，改口费10001，目前只有这么多，多备点就行。那给我一点时间吧，我现在努力的想办法。给不起就别耽误人家，我觉得这个结婚彩礼啊，必须要给。你看，你兄弟都比你明白事理。但是呢，得看值不值。你什么意思？为了你所谓的未来，他父母把养老金都拿出来了，家里的房子地都卖了，现在还在外面租房子住。你们的未来是有了，却要了他父母的半条命。他父母可以住养老院呀，我结婚要彩礼有错吗？没错呀，你是第一天跟他在一起吗？你不了解他家家庭条件，为了你，他一天打3份工，一天只吃1顿饭。那个时候你在哪？你是在跟别人在一起，朋友圈里晒着红酒与大海，好浪漫的。现在别人把你甩了，想起我兄弟了。是他愿意，是他来找我的，你搞清楚好不好？够了，别说了，你俩聊吧。穷酸样。这张卡里有10万块钱，就当我随礼了。你爱跟谁结婚跟谁结婚，就是不要再骗自己了，好吗？鼓起勇气却又放弃，慌乱了思绪，闭上眼一再逃避。太贵了，娶不起。总在每个黑夜想你，嘲笑自己伤。